What?要 Q 虽然削了，但你吃多了还是要伤身的。跟老祖这一手二级抓下被 Hacker 给识破了呀，二级反下也是一定是在赚。毕竟卡莎前期没了辅助上路，飞了一下，这一波砸了一下，这波要单杀了，天哪！这不交闪现直接没，因为他那个 Q 技能砸中，交闪现也来不及了。这回了，这三只兵感觉反正也 A 不到，可以念了，偷个两秒也好呀。又来了，感觉 Miko 今天好活跃啊，这又 Q 技能刮的，这个位置 EDG 好像没有找到特别好的动手目标。这个不虚的，这一波本来是一个包夹之势，睡到了。看厂长这边要不要睡，要不要上，直接打了一套，厂长并没有上，忍住了，因为那边有视野的，本来以为厂长好像是一个一闪之类的操作，但是直接要贴，但这个角度其实有点问题啊。这边死高的是带了一下加里奥过来，炸回来，漂亮！这波配合太好了 ，EDG。Miko 的这个 W 上面，你看这波，这波Hacker的位置很奇怪，有点那啥，对，他闪现出角度了感觉，因为这时候露露第一时间给不到技能。但是相反 ，EDG 这边的操作感觉就很顺畅，炸回来对吧？炸在这个盾上，中路看能不能来得及，好像来得及，六千血。看一下加里奥跟轮子妈能不能留到人。六千血我感觉要来了，要来了，三人看车过来了。这波很危险，四毛贼 Hacker 是拿到峡谷先锋，但是 Hacker 这边自己也很尴尬，又卖 Hacker， 但是 Hacker 波也上去了，位置还不错。不过 EDG 在正面这上好像也没乐到啥人，瑞这边被打断了一下 Q 技能，关键瑞已经残去了，还好没有被厄加特斩杀掉，勾了一下厂长，加里奥大下来，四毛贼拉开距离，不要被击飞。还好那边想贴，贴了一个三过来，穿到一个穿到葫芦，但是背后一个 W， 差不多两个人，这边要杀四毛贼吗？四毛贼吃了一个露露大招，还好血量保持的还可以，瑞是发现一个 Q 技能，阻断一下对方的后排，四毛贼要被 A 死了，差一丝血，没有阵亡，但是哎呀，这一波阿莫的 Q 技能刮死毛贼，而且舍身也要被点燃带走，四毛贼这边再拿下一个人头，黑客这边是逃到了二塔附近，这波苏宁的。反正主要的问题是这个秒表看得太好了呀，哇，漂亮！交了个闪现，突然之间打出小弹，后续团战之路，而且这个时间点，卡莎、斯巴老贼全程输出的非常好，但是没伤害，因为这英雄现在就没伤害。主要还是拉扯中 ，EDG 打得更加的细腻啊。对，这个时候如果说瑞被斩杀掉，这波感 EDG 要崩的，因为狼心这个位置是可以恐惧到两三个人的。没错，如果一旦恐惧，然后。这里没把厂长也杀，也没把厂长杀掉。主要是斯巴老贼真的是全程输出，但是没用啊，没用没用。这英雄现在就是这样。啊，主要是厄加特的大招空了，团战太难打了。没错。点果子过墙一丝血，希维尔，其实死蛇勾的好及时啊，但是还是慢了大概0.5秒左右，后面就更那个。对，有这方面原因吧，就厂长会分担他的指挥压力。还好又被超文大了，完了，哎，还好有闪现，他有水银鞋，他解控解得很快。这里是直线走来，吃了一个气泡先，冲刺到一半还是要被左翼砸一套，这里很危险，就闪现，可能要交闪了。交闪，这波要交闪，这波来了，就是这个位置，你要怎么防左翼？这个位置到底怎么防左翼？你看，水到了 ，Maple 要交进化了，这波不交进化，这一炮打下去可能会要死。水到锤石，锤石可没有进化，怎么办？交闪现了，队友没有挡住。太痛了，这波直接给大的话，感觉有机会秒。闪现大招了一下。全用掉了，我这样坦言刚厂长直接一过来大，感觉要死人了，死了，又一个准备气泡，再一个飞行，完了 ，Maple 全完了，这也没进化，这就是 Scout 的个人舞台，戏的节奏啊，没错，这个才是我们熟悉的这些老 EDG 的感觉，气泡打到 Scout 砸个飞行，没人帮挡，主要是这个睡 Maple 太致命了。这个水看咻角度，哇，刁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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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没有用到大招，所以这个时候大招加闪现，关键是他 Q 技能都打不着，奶奶 run 就可以了。对，后面其他人只要打乱节奏就行。现在然后盲僧的话，酒桶得留个招把他给弹走，谁到变成要拼拯救了吗？击飞，
要先杀盲僧嘛，但是大龙已经先拿下来了，而且那边阿奇登空了，而且他打不出斩杀的效果，瑞这边没有死掉，苏宁没法再追了，这正是伊利君最开心的剧本。这就很难搞，瑞太肉了，瑞太肉了，这瑞这边还有一个狂徒呢。还有两个水龙，天哪！哎 ，boy， 这里是挡了一个盾，打出闪现了，把水蛇 A 残了。但是 boy 自己的血量也稍微有点低，开一个救赎加一下，455滴血量回上来。苏宁这边要守对方的超级兵了，但打掉锤石闪现以后，团队就更加的高枕无忧。好消息是高地没有太多的墙壁给 Scott 做睡眠，看一下这里要不要开啊？这样拖下去不是个办法。苏宁如果要绝命一波的话，门牙双塔也只剩一座了。其实老实说，以绝命一波来说，都嫌太晚。真的没开团，他这个盾没开不了，很克格。就是盲僧被钉死，你一次都开不了。要开了吗？感觉没口要开了。这边盲僧已经被弹死了，感觉。司马贼被击飞，要杀司马贼。这司马贼用大招被移一下，自己的闪现也交了，但是最后还是被轮子马弹掉。狼心也是被秒掉，两个人在泉水里面瑟瑟发抖，没有输出点。最后 EDG 全军推进，击破基地以后，赢下了本场比赛2-0。这两场比赛方式获胜的模式化真的一模一样，有点看重播的感觉。是的，包括阵容都很像，你发现没有？是的，真的有点重播的感觉。然后就是中单发力，中野强势，中野制住你之后，哎，不好意思，比赛是我赢了。也狂贺 Clear Love 7、回归赛场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。没错，这就是一场重播，这就是厂长上场的一个标准模式。不愧是时空男孩艾克啊。这两把确实厂长上场，我觉得给伊利带来的东西就是他中后期运营的指挥，包括他节奏打得太好了。当然这两场比赛 Scott 个人的发挥，哎，你有没有发现每次厂长上场以后啊 ，Scott 他又打的就很好，真的就很好。接到了。